Hello，朋友们，先把我的这个美颜调整一下。瘦的，开小点。这个，哎呦，Hello，朋友们。按摩皮，哎呦，还要打喷嚏。晚上好，Hello，Hello，hello. 又来听货拉拉的故事了。货拉拉真的很有故事啊，货拉拉今天又有新的故事。开数量。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一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大科学家的秋天奶茶。今天有台风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今天有台风吗？今晚吗？那我岂不是死里逃生了？我今天上午还在这个海边，拍东西。结果晚上就台风了，关个灯，这样子，哎，补了个面光，呜呼呜呼呜呼，起飞起飞，这个光好看。对，我回家了，俺回家了。想要回家一趟，因为前两天不是没有回家嘛，然后我就想回家，但是我回家我都特别后悔，因为我当我看到阳台上的床都已经被收掉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家根本不欢迎我，根本就不欢迎我，就连阳台上的那个床都已经被收走了，不欢迎我，只能说。没有吧？他没有放台风假吧？我现在家，我现在阳台，俺家的阳台，真的好狠的心。他大概不知道我今天会回来吧？他就把我的那个阳台上的小窗给收起来了，连一张床都不给我留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回家？怎么还要多慢啊？这不是公演完了吗？公演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又把那个小床支棱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折叠小床。吃了吃了，我刚刚吃完饭才回来的，好想喝水啊！我现在好想点一杯奶茶。我就跟你们稍微聊一会儿，我就下播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化了妆不那个什么。在我卸妆以前，在我卸妆以前，不那个什么，不直播一下太浪费我今天的美丽妆容了。谢谢，等回家秋天的奶茶。哦，哦，这是我点的奶茶，我要三分糖，谢谢。油了，我这个。我今天经历了太多东西了，今天这个跟，请你不跟我回家，还没到这一步，行不行？没有到那一步。对，已经很油了，我这个脸，因为从早上7点钟就化妆，化到现在了。因为我们今天事情做了很多，谢谢哈利波特的99个应援棒。这件事情呢，要从昨天追日说起。昨天不是没追到日吗？啊，拿到什么信啊？没有信啊？什么信啊？你给我写信了？对，昨天追日开始说起。
昨天追日不成功，我们的货拉拉又有新的想法。我们货拉拉说，今天哦，那我们去另外一个离我们这个住的地方稍微近一点的这个海滩，那这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万无一失了。对，今天就万无一失了吧？结果，真的吗？右边睫毛，右边睫毛怎么会戳到眼睛？这是贴的假睫毛，你看，就有一根特别长，这两根特别长的是假的，但好像掉了吧？这不重点，就公演的时候肯定贴一下，贴两根。结果，哎，今天反正上午的时候还没有说有台风，我们就去了。去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事情又要从我们去这个追日开始，早上7点钟就开始。早上7点钟已经开始收到了，叫什么？开始化妆，然后出发。然后到了以后，刚把车停下，刚走去那个沙滩，走了大概10分钟，正准备要美美的开始拍，狠狠的拍摄的时候，狠狠拍摄的时候。那摄影师都已经拿出，哗啦啦已经拿出他的照相机，哎，拿出他摄像机准备拍摄的时候，下雨了，下暴雨了。就在他拿出相机弄好的时候，下雨了，就走这么10分钟。我在想说，到底我们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了？是谁的问题？是哗啦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？还是庆姐的问题？我们就三个人在思索，就冒着大雨在思索。还好我带了一把透明的小伞，你知道吗？透明的小小伞。然后我跟庆姐非常可怜的撑着那把小小伞，走在这个倾盆大雨之中，思索了很多。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驱车，哎，1个多小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为了淋这一场雨吗？难道说就是为了淋这一场雨吗？然后，在这个，就是他那里都已经封掉，而且最过分的是，这个海边都已经被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像是怎么的，反正他这个景区是被封掉了。完了，搞错了。谢谢阳光彩虹的夜蝶。然后，那个地方都已经被封掉，那个景点那里都已经被封掉了嘛。封掉了，完了以后，不是，是那个海边不让人下去，就它海滩一般来说都是可以让人下去的嘛。然后我就没有下去，我们就只能在旁边看一看，看看的同时就。下暴雨了，啊？不是那种蜂鸟，不是不能进去，偷偷翻进去是可以在那个路边，我们只在路边走而已，只在路边走。谢谢 Leo 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只是在路边走而已，不是说我翻这个景区不让进去，我进去没有啦，就是这个只是那条路上面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的。但后来我们又去了找了。然后在小红书上面找了另外一个，就是离它很近的一个海滩，是可以下去的。盐滩还是海滩？你这，有问到我，盐滩和海滩有沙滩有什么区别吗？它那应该是沙滩吧。沙子大小，它有岩石，它有岩石了，它有一些岩石，但也有沙滩哎。反正就又去了小红书的，就是离它不远的一个海滩，是没有人管的，就人会比较少。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人少的沙滩。哎呦，怎么有个大苍蝇？我有一个，
对，是泥滩。说实话，就上来其实是没有海的，只有泥滩而已。然后我们就下去，他那个花就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啊，这里真不错，这里景色真好，有三个，就是那种礁石，那里很多很多礁石，那里很多礁石在那里。”就说：“哎，你们上去那个礁石上面，然后啊，嗨，hello，你们怎么还有总选助理？”好的，你们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持续到 B50 吗？就让我有一些些震惊。Maybe 下一次总选，持续到明年，那会不会有点好？挺好，可以可以，也不是不行，也可以也可以，挺好，整挺好。然后我们就去那个，他说他有那个礁石，说你们去站在那个礁石上面，我拍这样的话肯定很漂亮。然后我跟青姐就站在那个礁石上面，真的站了很久。完了以后，他就在调整，因为那个雨吧，那个雨，我妹不知道在干嘛，不是高子，我在家，没在高子家，没在家。没在宿舍，天呐，我还是晕倒。婷婷在抓老鼠，婷婷不能来看，她已经睡觉。刚刚自己待着，那今天晚上一个人反思一下，为什么要咬我黄拖鞋？反思一下这个猫生为什么要咬我的拖鞋？我没在临港，在奉贤，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沙滩。有可能要直接过境吗？反正不知道，我都说哪了？说那个礁石上，他让我们站到礁石上面，他说好，这样拍好看，然后他就在那儿。拍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两个，谢谢饭圈少女送的小皇冠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饭圈少女好像怎么很少，就是送我，挺好。是说明大家现在都开始有钱了，谢谢谢谢宝贝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说到哪里了？说到他让我站在礁石上。他让我站在礁石上，兄弟们。然后他说要拍，我说挺好，哎，这里是挺好看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也美美的，就在那狠狠的摆了一些美美的姿势，狠狠的就是美了一番，狠狠的美了一番了以后发现不对劲。他说啊，这里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，穿没穿鞋？穿鞋了，穿鞋。如果没穿鞋的话，我应该直接葬身海底了，因为他那个旁边有一些工作。也不算工作人员，就当地人吧。当地人说会涨潮，涨潮大概在11点钟，你们记得时间。然后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才10点多，心想他应该不会涨潮吧，而且没有在意这个事情。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礁石上面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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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把那个小伞，我的小伞放在那个礁石上面。本来那个礁石是干的，上面都没有水，那个海水也没有冲到我的那个礁石上面。结果拍着拍着不对劲，我的小伞已经不见了，我的小伞已经慢慢的被海水没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没过了我的海水啊，没过了我的小伞。然后拍着拍着不对劲，然后我们回头一看，我们回去的那个礁石，我们是踩了这几块礁石走过来的嘛，回去的礁石已经慢慢的开始淹没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再晚一点点就找不到那个礁石了，就踩不到那个礁石回去了，然后赶紧的啪啪啪跑回去。赶紧的，就是要看得见的礁石上面再这个踩回去。我的脚里面，我回去的路就是回去的上面，因为这个水太高了，水位太高了，已经到我小腿了嘛。我的鞋子全部都湿了。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那边礁石就已经差不多都已经没过了。就是我们再晚一点的话，可能这个就找不到回来的路了。
对，涨潮就是很快，我们感觉没有拍多久，大概也就拍了个5分钟、10分钟、10分钟这种，差不多。他就很快就被，而且时间也没到11点钟，大概也就10点多、10点半这个样子。赶紧回来，不然的话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兄弟们，今天下午就别再想，别想在这个公演上面看到我了。确认好周围的环境，确实。确实，但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是今天晚上会有台风这件事情啊。台风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知道。天气上面写着阴天，就是小雨这个样子。但是没想到雨会下那么大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会很危险吧，就是。天气预报说有台风嘛？就今天晚上去的话，可能已经葬身海底了。啊？所以没有事情的话，看看天气预报再出门。真的不行啊，这个天气预报不准啊，它上面写着阴天小雨。啊呸呸呸呸呸，呸呸呸呀！跟庆姐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，和她一起经历过生死。下次换个拉拉，好的好的，下次换已过。我也是觉得了，我也是觉得。他拍几次？已经拍完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就等他出片了。还有我的一些想法，我的 idea，张导的 idea 要告诉他。拍完了已经，这不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好的、nice 的 PV 吗？而且，对，我用生命拍的大作，我说了嘛，就是最近有一点想法。又花钱又花精力的，就是希望能够给你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谢谢上邪忘川的秋天奶茶。所以这个货拉拉不能给我搞砸，应该不会吧？但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拉，因为那个，因为我们太紧急了，站在那个礁石上面的时候，人又很紧张，然后那个风又很大，我们的头发全糊在脸上。应该会在 B 站上放吧，因为其他平台上也放不了的样子。微博也可以发，微博可以发视频吗？回家待几天，回家明天就回来了，因为我要。肥岛邀请我参加他的 PV，啊，明天大暴雨，那好了，我不走了，那后天吧。微博好久没更了，好，马上更，好的，马上。最近都是在忙自己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我觉得挺开心的。就是我有主动的意愿去做一些，不一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有自己的一些 idea。我好担心哦，我担心这个台风过不去，它后天能拍吗？我很担心。后天过不去，后天台风过境，真的吗？我等会要跟他说这件事情了。让他不考虑换一天，那台风还是有点吓人。如果说没有外景的话还好，如果你在室内拍的话是没什么问题。谢谢念念同学的99个应援棒。我不知道他的，不知道肥岛的想法，也不知道肥岛的 idea。等一下来问问肥岛。
而肥到最过分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肥到最过分的是，本来我只是一个不露脸的角色，在我的就是万分的这个请求之下，肥到给我加戏了，肥到给我加了一个脸。老师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为了，哎，你也挺辛苦，要不然就给你搞个脸吧。”卑微，真的卑微。肥导终于在我的再三恳求之下，给我加了一个脸。对，原来是脸都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他邀请我参加的时候，我说啊，他是这么跟我说，说啊，你要不来我的戏里面客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肥导那种口气感觉是大制作，而一听呢就是那种哦，这个要上新的那种电视剧啊，来客串一下。说啊，那好啊，然后我还故作精神，嗯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不知道是什么角色嘛？他说没有脸，他说没关系。没有脸，到时候你就来，你人来就行了，是个人就可以了。我的教授啊，要不要化妆？他说不用，你来就行了。然后无语，然后我说，肥导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这一天又帮你这帮你那，我到时候还帮你拎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得露一个脸？然后他思索半天，回去想了半天，第二天跟我说，这样吧，给你加个角色，这样可以让你露个脸。要求加戏，哎 还是牺牲了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在这个敲响他们房的房门，在半夜12点敲响他们房的那个房门，啊，飞到终于还是松口了，飞到松口了，终于愿意让我露一个脸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为了艺术献身啊，为了艺术献身。这属于是为了艺术献身。他这部戏里面就只有肥导，然后美术是他自己，经纪人是他自己，所有的都是他自己，只有摄像师是别人。这部戏，哦，对，确实，女演员也是他自己，女演员也是他自己。这么说的话，如果按照番位来算的话，我应该是女二号了。对，我是女二号，你说的没错。哎，这拢共就两个角，就两个人物，我是女二号哎，哇哦，好棒哦！无语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女二号女二号，期待我精彩的表现，好吧，期待我精彩的表现。再争取一下变双女主，那有点不合适了吧？女二都是新剧女仆啊，现在女二都已经，哎，你们这看的剧就少了吧？现在女二都不是那种心机女孩了，而且这种心机女孩的人设都已经过时了。谁在看电视剧看那个女二还是心机女孩，就觉得这个电视剧很老土。现在都是哎闺蜜这种，就是好的那个人设了。哎，对，现在就分2条感情线，女主一个，女二一个，要不就女主女二一起搞一个。对啊，现在都双女主，你们跟不上潮流，双女主才有前景，双女主才有这个，对，就是双女主才能够火起来。对，你看我这肥导这个戏也是双女主啊，就是这个双就双的有点过分了，就是我可能只有1秒钟的镜头，他临时加的，是临时加的，在我再三的恳求之下，在我12点钟敲响他的房门啊之下，才愿意给我加这么一个角色，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。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的，还是为了艺术献身了一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期待肥皂这部戏。哎呀，这大苍蝇怎么不走啊？它一直在这里走，我一直觉得苍蝇是一个好笨的生物啊！它明明这个窗户就开着，它又不出去，它就在这里转转转转转。苍蝇真的好笨呢。无语。
因为外面下雨了吧？怎么苍蝇淋不了雨嘛？苍蝇不至于淋不了雨吧？他没带伞，说的有点道理。然后今天就整个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天。谁能够干这些事情？我就问问这一天干的事儿是不是太多了？去了趟海边，淋了一场雨，又被水快淹没一次，然后冲回来上公演，上完公演没事儿，上完公演回家了。我关心苍蝇飞不飞得高不高，他们只担心苍蝇死没死，但我担心它飞得高不高。竹海遍赶海，真的不错。今天经历真的是很 nice，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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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我每次出门都会很开心，就是觉得怎么说？我今天啊，谢谢哈利波特的100个应援棒。我今天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看那个风景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如果说是下，就是没有下雨的话，一定会很不错。真是的。坚固说完了，你这都已经说完了，我都已经被淹没一次了。你才来，这你就不当去吧。但还好，今天只是一个悲剧的故事，悲伤故事，没有那么好笑。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拉拉的时候比较好笑。那天的经历，我愿称之为倒霉。今天的经历，我也愿称之为倒霉。就人倒霉起来吧。他喝口水都会塞牙缝儿，挺危险的。就是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就是你要去那种海边呐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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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地方，先查好天气预报，看一下天气预报最近有没有那个天气不好的情况再去。可是我真的查了。他没有给我说台风提醒，我今天早上啊，昨天晚上查的时候还没有。但是昨天下雨就归下雨，下雨归下雨，跟这个跟台风也没啥关系。谢谢入春寻梦，不对，入春寻梦的99个荧光棒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完了，这是我妹妹的胶水，她粘了我一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很安全，我很 safe，我很 safe。这不是，这是它的那种，什么胶水，忘了。啊，我后悔玩它，搞得我手上都是。哦，是，是的，我又没赶上彪形地图开通，我又在下面玩耍，我在做头，我想把这边辫子也编上去，就本来编了这一边嘛，我想把这边也编上去，然后在编着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音乐响起了，编完了，我突然听到音乐响起，然后我就冲上来，发现已经开始了，为什么每一次都那么快速？对，
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，错过了我自己的分词。无语，明明是我的分词。对，现在就很准时，居然会扣钱。如果真的扣不起，扣不起钱，现在我的底薪就是扣不起钱，扣着扣着，我可能要倒贴的那种，兄弟们。真的，扣着扣着，我可能会倒贴的那种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请直播的。对，我会请直播的。哦，谢谢阳光彩虹送的小皇冠，谢谢您，谢谢，美女比心。对，最后一首歌，走晚了，应该是我本来不是走前面，我是走后面走的，但是我今天不知道是摆子挡了我的路还是怎么，我就往前走了，结果动作正好锤到我，突然被锤一拳。痛痛，他那小力气能锤动我？让我清醒，就是还蛮清醒的。谢谢卡布送的秋天奶茶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是周周锤的我，我记错了吗？我们机长那里，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在说我们的社长哥哥歪屁股。我说你怎么开始运镜了？你原来。你不会运镜啊？你怎么运镜了？开始，没有回来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就没跟他们约饭了。本来是要约饭了，也很久没见摆子了。是被骂多了吗？不知道。我说他突然怎么会运镜了？搞得他今天很清醒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很清醒，清醒的意外的不像平时的控，不像平时的摄像，就让我有点奇妙。把头现在这边刚刚分明。抓一个幸运的小朋友 ，Kona 在干什么？抓一个 Kona， 机长和摄像和 Unit 是一个人吗？
我不知道啊，我哪知道呀？我不知道是我的错，我不知道他屋有三个人，我只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。翻车了，翻车了，兄弟们，翻车了啊！尴尬了，好尴尬呀！好尴尬呀！妈妈，妈妈，有没有水啊？我想喝水。啊，我不想下去。你酒麻了，我好那个，我好大爷，我大爷，跟我妈说，我跟我妈说给我倒杯水。不是我在直播不好走开嘛，走开你们就不看空了嘛，是吧？这样子不太好，这样子的话就让你们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，你们就在这打牌了，是吧？主要是我真的很渴，我是真的很渴，然后今天吃饭吃咸了吧？吃饭吃咸了，我今天跟我那个大学同学见面了，然后他我们吃了一个那个弄弄弄那种叫什么，寿喜锅，我没点奶茶，我这个手机不在直播吗？我咋点奶茶？啊，哦，不是撑伞的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了，另外一个，好吧，我有很多好朋友，兄弟们，可以慢慢介绍给你们认识，他们都是一些神人，啊，这个朋友呢，就是也是我非常好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个就是他结婚我没有去的那个朋友，那位朋友，还在怪我呢，这个也有点黑。这个就是我结婚没有去的那个朋友，他一直在怪我，一直在怪我。我今天说什么，说到结婚这两个话题，我都很紧张，我很紧张。然后他说，哼，别给我提这个。然后我就知道他还在生气，我就默默的说，哎，我不该提。还有联络，还有了啦，兄弟们。没有友情，他还是爱我的，他还是爱我的。哎，我刚想说什么？他一个很逗趣的事。哦，他去纹了一个纹身，你知道吗？他给我看他的纹身，他看他的纹身完了以后说，说他那个什么，他在身体上做了一些变化。然后让我猜是什么，我说啊，你干嘛了？你到底是干嘛了？然后我说啊，你去绝育了吗？然后他说不是，我去纹身了。哎呦，我那怎么猜得到嘛？你说在身体上做了一些变化，而且是永久的变化，他给我描述的是永久的变化，那我猜不到了。他给我描述的那个感觉就很微妙，说啊，我在身体上做了一些变化。我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他说也是件好事，也是件坏事。我说也是件好事，也是个坏事，而且是一辈子的这种事儿，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儿。那我只能想到我给雪糕的做的这个手术了呀。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纹身。能给我看他的纹身，我说啊，那你这现在是属于劣迹艺人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现在纹身是属于劣迹艺人了，现在就是清朗活动，
像政府打击我们这种啊，不是我们这种，就是啊，你们这种劣迹艺人啊，如果你踏入这个艺人圈的话，你马上被打上这个劣迹艺人的标签了啊。对，我妈在后面。但是我其实有点不太明白，就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也算劣迹艺人了呢？这个到底哪里裂了呢？算了算了，不问了不问了，这个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听，好吧？谢谢你。给我送水喝了，不太渴了。而且我妹很努力，她刚刚都准备睡觉了，她都把裤子脱了，准备睡觉了。为了给我倒杯水，她穿上她的裙子，笑得我想死。特地穿上她的裙子给我倒杯水。对啊。他不看我直播，因为我把他号那个，禁言了，禁言了7天，也就是他进不了我的直播间，他就卡了吗？我现在用我自己的网页卡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没有吧？为什么要拔我网线？我今天直播到10点半，我就不直播了，因为我要卸妆，带妆太久，时间带的太久了，可脸有点儿。最近额头上长痘嘛，但是就快好了，我不想让它继续长。您知道自己禁言吗？应该知道吧？婷婷，你知不知道你进不了我直播间了？你不知道，你没看过我了？你没看过，你从来没看过我直播？啊？什么从后面开始啊？你不能天天看我直播，你知道吧？你要上学。你今天上几年级了？4年级。那你们考试了吗？就是语数英。这个学期对。还没考试啊？那上个学期也没考试。考了也没成绩啊？为什么考了会没有成绩呢？不给发成绩啊？为什么会不给发成绩啊？是不是因为就考得好的才发，考得不好就不发了？就都不发？那什么时候发呀？4年级也不发吗？4年级也不发吗？是不是因为怕小朋友回家这个分数被爸爸妈妈看到了会暴揍一顿？他就不发了，是不是？想让你安心的过个年，或者安心的过个暑假。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真的吧？我不清楚，可能是。谁给我铺了张大床？妈妈给我铺了张大床，真的吗？
现在不允许搞排名，所有人都不允许搞排名，连成绩都不能搞排名了。大床阳台房，挺好，整挺好。低年级都不允许，我妹三年级，三年级应该不算低年级吧？是在哪？在我家，在我家，在我家。衣服晒外面，阳台外面。杜克在啊，他还在。我一直在问他，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不能让他离开我家园？但我的妈妈依旧是那个回答，他也很可怜，他也很可怜，我也很可怜。真的。这就是我不愿意，就是回家的原因。那是没有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妈说的这话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偷听到了？偷听了她跟我的对话，她都说的就是小姑娘一个人在陌生城市打拼，很可怜。哪里一个睫毛在上面，一个睫毛在下面？哎，真的，我才发现它要掉了，我给它撕掉。怎么弄不掉？喂，气我了，气到我了，我给它拔了。哒哒。怎么拔不掉？我不解。哦，哦，拔掉，好了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小姐们。你们是今天的小心机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这个小心机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怎么说这个睫毛小心机不应该是倒着的吧？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？是不是有点？不是那么优秀了。倒睫毛是种病，得拔掉的。一个小技巧，不用了，不用一个小技巧。好长的睫毛，就是这种长的，你看这两根，这一根都是假的。因为这是一个美妆小技巧，为什么卢天肥今天没有直播啊？Why 卢天肥今天没有直播？百旭也没直播，他们俩是不是吃饭去了？去按摩，背着我约会，叫背着我约会了，叫叫。这么大风大雨，他们在外面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大风大雨的天。是啊。查岗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要查查别人在干嘛。我被百旭洗脑了，他最近老是在说那个狠狠的，狠狠的干嘛干嘛干嘛，狠狠的。楼下怎么有个车？
他说他要狠狠的卸妆，狠狠的洗个澡，狠狠的睡觉。我在想，为什么要狠狠的？今天也是狠狠的去约会，我也狠狠的回家了。我等一下要狠狠的卸妆。我要美美的卸妆，美美的卸妆。你们最近有没有玩那个游戏？那个《哈利波特》，我觉得好好玩啊！不卸妆也可以，太难。它是卡牌类游戏，它是卡牌类游戏。啊，早就能玩了，你落伍了。你已经落在时代的后边了。我充了20块钱了，我真的已经充了20块钱了。啊，这还要考验智力吗？不就卡牌的搭配吗？它不是有那种套装吗？你要让他来，那不请自来。10点半了都。啊，玩游戏。哎呀，他这个前面有一个1块钱的那个充钱，我就充了1块钱，然后我后面又充了16块钱的那个套餐，然后就花了18块钱。哦，花了18块钱，对。收手了，我已经收手了。俺已经收手了，我已经收手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氪金改不了命运，就有些人就是能抽到很好的牌，就像哈利波特那张牌，我是死也不会有。为什么韩家乐会有这张牌，我就不理解。就是很不欧，这个运气就很非球。哎，我好像也抽到了马尔福，韩家乐好像没充钱，他最多也就充了1块钱吧。马尔福我也收到了，但是它有什么用？但感觉好像没什么用。哎，哈利波特，你玩哈利波特了吗？没有，不会玩。你很愧对你的名字，你很愧对你的 ID。如果你都不玩哈利波特的话，到底谁能玩呢？我也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哈利波特迷来着，不然的话，你取这个名字好像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。速速玩起，速速玩起，还是蛮好玩的。我觉得昨天我跟卢天回，我都早上要起来，但是他非拉着我打。打一个很厉害的怪兽，打不动，但是很倔强。我就看他一直在配卡，然后我打了3遍，打了第一遍没打过，我心想算了吧，要不就算了吧，我们也是打不过的，要不然我们就退出。但是我看他一直在配卡，他配卡配卡，配完了以后，然后来我们再来，对，再静灵，配卡配卡，配完了以后又来，然后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打过。我说心想，嗯，难道是我的卡有问题？我又换了张卡牌，然后换了几个卡牌，然后他也换了一张卡牌，非得要玩，就非得要打，结果打了3遍，终于打过去了。精灵有的很难，有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有的时候要和队友一起，很执着，真的很执着。有战术吗？双人应该有战术吧，比如说一个主召唤，一个主攻击什么的。我明天可以狠狠的睡一个懒觉，狠狠的睡懒觉。我已经连续前两天都在早起，嘿嘿，啊，美美的，
美美的睡个懒觉。我是美美的，白逊是狠狠的。打到4000分下不去了。是啊，他这个有分数吗？我怎么没看到有分数？我就在排那个单排。我想说分数到底在哪里看？我以为他只有那种单排决斗场。有啊，我不是格林芬多的，我是赫奇帕奇的。那我没有看，我就看那个排位的那个这个段位。赫奇帕奇是人挺少的，感觉就是这个院不是很 hot。我是管，但是我测了一下自己，测了一下那个屏的那个，就看你适合哪个院。然后我是那个，哎，我测出来也是冠院和那个蛇院都可，我是跨学院。对啊，冠院的那个性格特征就是勇敢诚实，啊，不是勇敢诚实，是诚实、善良。啊，换，我一直叫冠院。蛇院人气超高的，我感觉好多人都是蛇院的。我不是音乐，我不是。俺不是啊，音乐人好像也蛮多的。怎么你们好多音乐呢？不是，俺本来就人气高，像诗院和蛇院就人气一直很高。舞会是栗子擅长项吗？不是，我不喜欢玩舞会这种社交类的，我就喜欢单排、双排、打段位。音乐都是大聪明，真假的？不聪明的人去不了是吗？我离开了，我要去。我卸妆睡觉，明天见朋友们，明天应该不见，后天见，后天见，886，美美卸妆了，我去单排了，拜拜。怎么知道？美美卸妆了，886，拜拜兄弟们，后天见，拜拜拜拜，886。